那，打赢才能赢呗。中奖以后再注册无效，赶紧的。你是26分中奖的，27分你没发我就作废了啊！好吧，赶紧的，这恶龙熬你成。进去能杀多少个？你先告诉我来，给我打个定心丸行不行？赶紧，赶紧，赶紧！玩法师玩什么呢？我操，发的很快，我们现场查询一下。圆尊传1614区。姐气的没话说了。好，游戏截图发我。我这一局真的，我暂时相信你，真的，我已经输了500多个了。你要是再不帮我，真的，你要是看不到以前你帮我赢那么多饭上，我真的不想跟你打这一局了，真的。1614区。这把肯定能拿回来。赐文言，这把有没有能？9月6号10点，有，昨天注册的。我操，我这鱼人最后没一有个过人四了。百级，没有过四百玩级，个什么心之钢鱼人吧？没过四百级，那就发5000呗。我跟助理说一下，恭喜恭喜，有这个人，是不是工作室啊，兄弟们？工作室的话，我下次如果等级没有满100级，我只能发1000了，因为助理的话跟我说了，怀疑有工作室，懂吗？他玩小鱼人，小鱼人是法师吧？是不是法师？小不鱼是人不是法法师师，吗？他出的是法呀。坏了，选错了，先扣5个呗！我的天，不是在搞什么啊？小鱼人是法师吗，哥们儿？我不知道呀。完了，他小鱼人是刺客架子是吧？嗯。不是啊，开你现局。在。开不是局你没咋这地，样先想，扣你十到个。开局，你开局就不扣10个？下次等级没有过100级，就只能发1000了，不是法好师吧？大家，我以为小鱼人是法师啊。你们还没打，你就不扣10个？没有姐，我不知道呀，我以为小鱼人他是法师啊。你他妈是大傻逼吗？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小鱼人应该姐不啊，是，哎，姐不啊，知道。我的，这我别就不生清气了。楚不了。是法师，他是战士刺客。啊，小鱼人是姐，战我士知加道，刺别客生呀！气了。我操！嗯，小鱼人不应该说是他应该是法刺吗？他的法师加刺客吗？八次八小鱼人次的，不是，你还刺在那客犟哦。嘴？我操！选错了扣10个人头，你知不知道那得发十你开个。局，多少个呀？开局我们领先10个了吗？呗。他玩小鱼人了，他套上小鱼人这一手了，整上我小一鱼人下了。子不知所措了，我的天！那不好我意思啊，操，开那局我就先不领玩先小鱼十人，我个，不知道呀，姐。开局先领先十个。嗯，我的哎，妈！这游戏他妈英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是吧？你打中还是打上啊？我咋中啊？我卡萨丁呢？哦哟！那我打厄加特怎么打？厄加特能给我打吐。厄加特有一说一，姐上把头没算错吧？上一把我们领先没了有411个，他转给我了。411个。飞飞，给你带个套。姐，我这把如果赢了的话，你能给我拍个小视频不？我感觉你是网图，我有点不信。给你拍，给你拍。哎呀，耀耀宝给贝你对拍。我最好了，真的。哎呀，我真该死，真操！我真该死，好恶心啊！能不能别恶心啊？我真该死，耀耀宝贝。全军出击！给你拍，给你拍。行。带了哎，你他怎么俩扣嫉十个？妒你真他妈会仙你！行。我不知道姐，别生气，姐。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的？知不知道怎么扣10个呀？没事，兄弟们，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这系，个我给我你们每挣天回都来。会给他发福利的。然后三把打完这把的话，应该12点多了打吧？他呀，呗。打完这把再给他抽一台苹果手机吧，我到时候看时间，好吧？怎么了，姐？你说啥来着？说你怎么打厄加特哎，呀？我怎么打厄加特呀？不是厄加特上单吗？怎么回事对呀？我呀。我的操，天。那坏了，坐牢了，姐。没事，你来下路，你来下路。我来下路干啥呀？没事，我抗压呗，无所谓的。
你等会儿，六级了，来下路杀他们。好嘞。我这局不听你任何人。我老板应该是本人照片的，他给我拍了很多视频的，应该是本人。是本人，其实是本人。他打一个厄加特，你要是比他他妈的。姐，他打厄加特非常不好的，没事的。我这波我上路打这个人跟玩具一样。他上路打厄加特非常不好、哦。他打大虫子，这把小鱼。对啊，他中路打中路。你要是这局让他压到人头了，你真的吗？你快点找个豆腐撞死得了你。大部分没中奖吗？还好吧，难受的，咱每天福利也给他发嘛，对吧？他只要玩这个游戏就行了啊，平时无聊可以打发时间。我直接。这个虫子要死了，没事，他这把罚十个，我们压力不是特别大。不用，好快，死了应该。啊，升级了！别给我整什么应该这样那样的，我只要看到人头，杀不死我就没用。一血、啊，我还是塔杀的。这么凶吗？打的？他一血了呗，他一血了，没事啊，我卡萨丁嘛，后期英雄，姐不用慌，嗯，好吧，啊，嗯，我绝对我肯定是相信你的，绝对信，姐肯定得信我，我卡萨丁都掏出来了，啊、你能不信不？就是。嗯，叫宝贝叫的都那么甜，不是，徐贝，我都一血了，就这样，你怎么被单吃了呀？啊，被单吃了，我操，这个屌毛他妈一闪我，这狗不好打，肯定不好打，姐，我前面肯定是不好打他的，我如果好打他，那就奇了怪了。不过没事，姐你放心，嗯、这一把的话。我这英雄后期可厉害，好吧。终于看到你，铁，你别着急，我拿了个一血，我还得领先他两个头呢。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们还领先八个。你这局，你看，姐，机会不就来了吗？对不对？领先我们啊，他领先我们八个。他怎么还扎一个啊？我真的我要相信你，我他妈不相信你，你相信谁？说我。你看，姐，你信我？四层杀人剑。帅，对不对？两个，不用慌的。这么菜吗？这个中野啊，哎，我们这一波中野联动，哎，对面一死一送，对不对？你等会儿六级可以来杀这个薇恩，没技能。没事儿，这打野看我中路难受，也来帮我了，我先避了。可以。起来了吗？你还行，你还行。小鱼一定能起来，我相信。我回家了。我打他肯定能起来。这怎么我们给对面给这个五月打神刀了吗？哎，哥们儿，我又反超你了，反超了吗？看一下，姐，他是一血吗？拿什么反超啊？他是一血、哦。那我们就持平了呗，两个头。是啊，你拿什么反超我呀？你高低先给我超出十个头，好吧？兄弟们，我们打人头局，老板最看的就是你的游戏技术，因为我们游戏技术好了，人头拿多了，他们就有钱可以赚的嘛。说白了就是一切建立在人头的技术上，是吧？第一，老板也不知道我长啥样。如果我玩的菜啊，其实我们就是一文不值，对不对？所以说，老板对于我们的一个，可以，也挺好。那无所谓。你没发现，如果你游戏玩得好，你在对于那种喜欢玩游戏的女孩，她这个还是加分项的，对不对？没毛病吧？嗯，就这样。睁眼牌了，她就能下来游了。哎，怎么还换线了啊？啊，换线了吗？切。哎，咋换线了呀？这个本来很好打厄加特的，怎么换了个肉来我上路了，来我中路了？怎么还带换线呢？对面啊，要不要换线啊，徐贝啊？不用啊。
打这个比打厄加特好打。不，其实厄加特更好打击啊。嗯。你懂吗？你地面是真恶臭啊啊，徐贝呀、啊！啊，对面换线了啊！你不换线，你恶心谁呢？你恶心我是吧？就这样，徐贝被单吃了。被单吃咋了？被单吃你的？被单吃怎么了？加油！哎呀，我也不行啊，徐贝呀！哎呀，失误了！哎，来了个肉来，我冲入了，真的是对面，本来这个恶架是打不过的。啊，我说了给你换线，你又不换啊！不是姐，我一他想直接往塔下往塔外跑的，结果他的，哎呦我操，可惜了。嗯，没事。干什么这是？我来下了，姐，我来了。你去弄。真他妈服了！哎呀，空了，失误了。这个没事姐啊，这个上路已经是具尸体了，我毙了，不就反超了吗？想到哎呦，对呀，超谁呀、有点难超呀，这小鱼人玩的可以啊，怪不得神法师呢、在这里有个龙女，对，看到了，我来了，我的眼看见她了，我去驱赶她，快走龙女，快走！姐，我来了，怎么跑了呀？对面他阳了，减速！快走龙女！哎，没事。哎呀，龙女怎么不走啊？这龙女有点呆了。套了个虚弱。这龙女在繁衍呢，人家红都没拿，直接跑了，怎么还有点呆呢？这一波只能说我们支援速度太快了，好吗？哼，要是我指定就不去繁衍了。哎，不好打，大虫子不好打，算了，走了，打不动他。哎，这大眼睛好烦啊！姐，我来了，下路给投吧。我来了，他已经是具尸体了。姐能来我不、算了，我走了，我先毙了。姐能跑不？啊，我跑不掉了，你走吧。跑不了一点，温快。我二闪失误了。快越他越他。耀耀宝贝儿，看我的战绩。看见了，都是爱我的样子。其实刚才我故意死两次的，好吗？故意给对面杀的。就打这战绩给你看呢，怎么样？我也爱你哟。我来了，徐贝，我来帮你。还要来帮你？要来帮我呀？那你人还怪好的。上啊，徐贝。你上呗。你怎么不上啊？你不上，我怎么可能上啊？你上呗。哎呦。你该上上。我该兑现兑现，我马上就到。4-1，5-1，人头持平啊！多一个，持平。加油！穿死他！别让他吸！等一下！穿死他！差一点点！可以！可以操作吗？那这可以，快走！呀！虫子闪现了，难办了，再来。没事，这虫子打不动。哎呀，不能卖队友，算了，不卖队友了。他应该拿不到这个人头，他应该拿不到。快跑啊，大虫子！快跑！哎呀，这大虫子真嘚儿了。还行。这人头不又被插了吗？7个。我没办法，那个虫子闪现了，闪现他沉默我做啥？我那一波已经很极限了，你让人家闪回家十层杀人界了。他又闪，我没办法呀，姐。和你好好说话，怎么又没办法了呀？我来下剪头了。我这个情商怎么反复很？你错了。当你的实力碾压的时候，就没有情商这一说了。打我了。好吗？哎，
是不是？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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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能力很强的时候，你需要看别人脸色吗？对不对？得被他来剪头了，能剪了吗？能剪了吗？就好比说，你老板，你是你老板的员工，对吧？比如说，你现在你的老板已经很慢了，指望你挣钱。我能跑，我能跑。这个时候你是看你老板脸色，还是我们，还是你看老板脸色，还是老板看你脸色？我要去 K 他的，对不对？他要 K 你的头。哎呦，我的天！他伤害比我高。情商的前提是因为好拼呀、啊，这个都是我绝活、啊。玩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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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好。他现在八个，我们现在七个，我操！哎，我操，他超我人头了，我得追点头了，不能跟你互动了。剪头，好嘞，下路两个满血去不了呀。我看，我看一个，放个大虫子来我中路了。这局一定要打回来，多拿多，多拿一点，多拿一点。我来了，我这装备我应该可以一打二。姐，我这装备见一个秒一个，你放心吧。哎，龙女在打小龙，这个、算了。竟然到我，哎，我真服。这个大眼睛是个残的，能不能杀快一点？我想说。哎，我来了，我来了。哦、哎，他踩空了。nice， 操！哎呀，可惜，可惜，可惜。这么多人，你能操作吗？你看这么多人在下路。我先蹲一手。我下界买个，我买个杀人书了。操作刷一个，死一个，死一个。他都九个头了，还能操作吗？还能操作吗？不太好，操作没大了。好，好，好，非常好。我马上到了，马上到，我有大，我有大。他跑了。哦，他老板玩的老头是吧？嗯。我拉扯一下。我大，我大。他还我不是帮他。你姐，你别帮。你走吧，走吧，你走吧。哎呦！完了！死了！我被挨到了！被挨到了，姐！菲菲，我在后面。你技能躲不过去呀、啊，你！我失误了，失误了。姐，我来了，姐，我来了。姐，我这波很努力了，姐，你来，你来，你来。那个龙女，我这做个视野，一个大直接给他秒了，然后再拉扯。我走了，我失误了。我现在伤害还不够高，伤害高的话应该可以全收。一个大家。我闭了，我闭了。人家一领先你都是四五十个，你怎么领先人家一个？哎，魏晶，你哎没没哎？为什么要给他升级啊，姐？没升，我操！我咋给他升级了？我操他！你咋不给我升级呢？哎、我正好差一点。你要给我升级啊，姐！你就玩成这样，差一点十一是不？我给你脑瓜升级我。十一了，我已经十一级了，一波线十一级。哎呀！怎么对面这么稳啊？线都不吃了。这里有个眼，我没扫。哎呀，你见不见？他们那边有人过去了。他没来了，哎，这波我可以去收割。去中路捡是吧？多去，都快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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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在哪儿？我也在赶，我也在赶。我大这波。有助攻还行，杀人书。他死了。他死了。小心，小心，我在赶，我说我大。姐，我走了。哎、你得有个蓝。我先发育一下，我得发育。等我一下呀！啊，必须得发育。太远了。都说了我有大，我在往你这里赶。好好好。他们要来推中。
这把不好打呀。这把对面到时候全出魔抗咋办呢？真的。对啊，我们这没有 AD 伤害啊。你还想跑啊？哎呀，可以啊，这个也能杀，帅！他一直在杀，他又杀起来了。持平了，人头持平，能推，人头持平了，走了。我出一双五速鞋，我跟着你，不然我跟不上你。还追呢？神经病一样的。妈的，明显追不死，还他妈来追。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去补线去了呀？我等级不能落后呀，阿佳。那个虫子把大招用了，不是也一样的吗？好了，我现在等级比他高，我现在发育一下。我看到他吃了个小兵，拿过来。哎呀，怎么是他的啊？哎，肯定是我的呀，我离得近啊。站在范围区内，怎么凭什么是你的呀？我离得近啊，怎么还抢兵呢？这不是我上路吗？这跟你中路有什么关系啊？那你来我中干啥呀？你这属于什么啊？我玩的上路啊，你玩的中路啊？那你来我中干嘛呀？哎，我真的，我现在这种别的不行，溜了，求你了，帮我多拿几个人头去，求你了。十九啥时候能？那有个25，那个伤害就巨高了。好，耀光一出，怎么说？我得出张五色鞋跟着你，我给对面变傻杯。这能杀吗？这哪个能杀？哦，太肉了，这个太肉了。那怎么带呀？操！抢！我被控到了。你怎么还死？没死。我被控住了，姐。我被控住了。还行，姐。这么多人就控到你一个。好，25层书 ，triple Q， 反超了。哇，这个大招我只怕给不上你。姐，别着急，别着急。还好我大招挺灵活的，他们抓不住我。装备还伤害没起来，我一个 W 没给对面秒了。操！他11个，别着急，超了3个呗。领先3个啊！现在，接下来我得看反超了，哥们儿，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去给你瞅一眼对面的蓝，差个乌妖，你得有个蓝哥哥，差个乌妖，我没了，他们在中路，我回家，我这一波回家无敌了，走，开始拿头，我真服了，他们要拿小龙。开始拿头，现在好，来，拿一头来，来了，哎呦，这些人头你拿不着，你就去死吧你！你那鱼怎么这么小啊？难死！还有伞啊！你打个，他们都输哥了呀！我无敌了。他们人呢？趴地下。哎，他们人去哪了呀？这。龙女在下，龙女还在带。哎，我真服了。螃蟹在追我。想回家了？谁在追你啊？别着急，姐，别着急啊！那个虫子太肉了。nice， 好肉啊！你六个了。我知道，你别急啊，别急啊。看一下对面。你六，你还添10个，16个了，我不着急、啊。
我这边有大，我你和他的装备看能不能秒？哦，差不多，但是你的书满。我25/35，我现在。我。书满。哎，对面怎么回事？来。杀一个。我操！这就把你老板卖了。他12个现在，我14、16个。苏导下，你不卖你老板啊？我不卖啊！别搁这挑拨离间啊！我一下不卖。好意，死，好死，姐有眼不？我有视野感觉。这怎么能死啊？感觉是有视野。姐，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妈！他拿去。哇！哎，这他能拿到53，我真服了。潘塔 Q， 潘塔 Q， 还行，潘塔 Q。你老是死，你怎么老是死啊？哎呦，这阿木木这么帮我吗？这阿木木。过去这把我起来，我感觉这个阿木木得有一半的功劳，是不是？哎，他一口没吃掉我。五杀还行，阿木木的也太帮我了，干嘛呀？瓜头，你为什么杀不了人，老是死的？等会儿出个定波，伤害更大。别死了。他死了，我也不想死、啊。他现在已经不好杀 了, 了。对面这个阵容，他最多秒个 V。急了，急着去拿人头。废了，接下来该我表演了，该我表演。我们可以飞。木木，他对这木木这个真也太帮我了，真的。他不打大龙去了，我操！姐，我怪了，真的很努力了，姐别。姐，他们打大龙了。你还努力了，又插出10个人头了。打大龙了。我来了，我推个塔吧，防止等下他们反一波了。是你差十个人头，全英雄都还差十个人头，20个人头啊！我来了，姐，我来了。哦，可惜闪现了，这厄加特，这厄加特不闪现，这厄加特不闪现，我全收了。你还去给他卖 了，可这还送，大帽子出了。哎呀，被他大到了。厄加特出自然之力了，加一下。他们太肉了，太肉了。姐，你得保护保护一下我，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好杀。我看我等下把鞋卖成卖了买中药，然后把这个杀人术卖了买法穿，就差不多无敌了。姐，别不死了，不死了，我走了。嗯，我来了，快来，出来杀人啊！出来呀！我还没复活呢。没打8秒。哇，什么伤害啊？怎么突然就没血了？呀，这些人好肉！哇，好肉啊，肉的一逼对面。刚才应该跑的。哪里痛了？为什么越来越菜了？他们肉起来了，姐，我不好杀。为什么肉起来？他的拿到人头，你拿不到啊！我不想成为他们引擎，但是你这边为什么拿不到人头啊？赶紧出法穿，他们好肉。我法穿了，姐，我已经法穿了，我把杀人书卖了买法穿了。这对面太疯狂了，肉的离了谱。还好没一波，还好他们有点稳健。
有点猛，有点猛。他们有踢人头啊！我真的不想输了呀。我来了。我知道，我知道。没事没事，我装备还没起来。别着急，别生气，别生气。马上十六了，马上十六。十六就是质的飞跃。虫子把龙吃了。哦，没事。我十六了。哎，来了来了来了。谁来了？这个额甲特好大。放不了吧？你没有蓝了。我去拿个蓝吧。看准时机，你来抢人头啊！好好好，我拿个蓝。哎呀，这个太弱了，打不动啊，姐！能跑吧，姐？打不动，跑不掉，你走吧。我操，姐，你临死之前还把大给我了，真的，我太感动了。他们肯定他躲在他躲在他下面不好杀。哎呦，这虫子！哎，不是，我搞不懂，他们全是魔抗，我打不动，我上去技能都打完了。他为什么能打得动？你为什么打不动呢？他不是魔抗。哦，可以可以可以。他这个卡萨丁，他十六级啊，十六级卡萨丁，他而且这装备。哦，我没有找你有啊。后期英雄吗？我是后期啊，但我装备没他好啊。你装备为什么没他好吧？杀他！哇，什么东西啊！这个厄加特为什么打我这么痛啊？奇怪了。我杀了，我杀了。哇，杀不死。怎么好不容易捡个垫脚料，怎么杀了是吧？哇、哦，溜了。太吓人了，这个虫子。有点弱，对面有点弱，不过问题不大。我已经起来了。看好我的表演。这对面魔抗，哎呦，他一提玩法师，这个对面一全出魔抗啊，就打不动人了，早着玩小法了。小法后期不怕对面用。这个维恩的装备，我的妈，维恩都是这。你看这大，你看这大虫子打不动他。你解锁吧，走吧。这么大都给套不上。他们太肉了，姐啊！我只能上去打一波消耗，然后再拉扯。哎呀！哇！闪现拉开一个亿，回头放个亿，双杀。他装备又好变羊，我法穿出来。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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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卖了，买个影液。加速跑遍呀，没事，你拖时间了，小鱼人复活了，对面一波不了。没有没有，好吗？别生气别生气，姐，我输了500个人头了，知道吗？我操，打人太痛了，对面。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生气。一个盾，我真的很，我真的在努力杀，他们全是魔抗。你不是有两手的吗？那不是你提的玩法师吗？那就玩法师呗。好不容易准备十个法，怎么玩个法师，怎么还给我扣10个人头？我一套打他都不带痛的，我来我来，我来了我来上呀！哎呀，这个厄加特！我操！我杀了！这真的，我打了他3-4套了，都不带疼的。29个头，31分钟29个。巫妖给他换了。巫妖换个恶魔之鹰，可以可以的，我装备法穿出来，帽子出来就可以了。好，姐得拉扯，咱们得拉扯着打，感觉一波打感觉够呛。对面有个大虫子，他们这全是睁眼，而且打团感觉打不过他们，得赶紧打。哎呦，哎，你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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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呢？你怎么还在家里呀、啊？我回家补了个鞋子，马上来。对啊。你输了五百个人头，不积极拿iPhone，你在家里干什么啊？我补个装备啊，不然怎么杀人啊，姐啊？补点伤害啊！你还和我叫，你叫什么？没有跟你叫啊。我输了一个十个，你又等着我。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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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跑吧？能跑跑能跑能跑，直接跑，不用回头，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头啊！我先 P 了，回家补一下装备。小龙得拿，姐他们拿小龙呗。阿木也来了，你吃个果果，吃个桃桃，好凉凉。这里还有个果果，木木来吃果果。来，对面四条龙，哎呀，这个都拉扯我。就真没法打了。他来了，我真可以打。我真的服了，你总有那么多理由，是不是对面是人进羊了？拿人头啊？没有没有，姐、哎，他们可以打可以打。TP 了，这么多理由。那给个盾呗，姐。马上法传了，姐。羊了羊了。他妈那首借口是不是你写的呀？没有没有。杀他。能跑，快走快走快走！哎，别去了，不存在。S，哎呀，我想杀他，怎么还杀了呀？就加速吧。加速。给错人了，姐。啊！操，没蓝了，没有蓝，很烦。家里蓝好了。我瞎胡子别生气了，姐，别生气，我在我在努力啥，出个瞎话，补装备呢。没有人家有票了呀，五月。我他妈输了快600个人头了，别生气，别生气，你一个别生气值多少钱呀？你别生气呀，600个人头多少啊？我也在杀，我也在杀，还行。别生气，姐，我不知道是哪出的九人，没蓝了。可以打，告他来。我出峡谷制造者的话，我就没缺蓝了。废蓝。服了呀！这还打？哎，我来了，我来了呗。我一说你啊，我在努力，我在努力，我一说你。徐贝，你能不能别 K 头了呀？滚啊，徐贝！操，滚！我没 K 啊。你打得动吗？你怎么这么能 K 啊？你打中吗？你打都打不动，我不知道出啥了。你刚才都打了好几趟了，都打不动。哇，怎么这么恶心啊？这个虚背啊！你怎么这么恶心啊？怎么还怪别人呢？自己拿不了。刚才打断你。你是最恶心的，我说实话，十个啊，十个啊，就唯独你这一个是最恶心的，你知道不？你不拿头，你不拿头，你不更恶心吗？哎。哎呀。你他妈又差出人家二三十个去了。你小子，你小子，别生气姐，别生气啊！你小子，别生气，你就换个台台吗你？你小子，我去杀，我再杀。算了算了，姐，走吧。姐，相信我，我可以追。打不动。你去杀，你再杀，打不动。怎么这么多啊？打不动。哎呀，啊！这虫子刚才把大招用了。每局都这样，你是不是觉得输的少就是你厉害呀？这套装备再打不动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我这套装备。他这个卡斯林，哦，他卡斯林带着黑暗厨哥，我说他是伤害怎么那么高？我是个雷霆啊！才发现啊，人头的，人头局的神，跟你开玩笑嘞。你在放什么猪屁？我就想问你。姐，我再说天赋。姐，走走走走走。第一把，好大，能跑吧？第二把，没有他。盖伦他躲着，我必须要上前面。你看，姐，我还救了你一命，看到没？本来他们应该杀你的，哎，小鱼人，哎，哎呀，告诉老莫想吃鱼了，今晚要吃鱼。分你个头，你真恶心，你还吃鱼，你还吃上鱼了。告诉老虫今晚要吃鱼了。
哎呦我真操到八分血没我都这个人这个亚特打人好痛啊但是太弱了我沉默了我操沉默了走打不动人我操这他妈很烦哇他们要一波你别再来塞迪了出来我马上出来马上出来还有九秒钟啊这都不死吗这大面具没什么用啊好好垃圾啊啊他不动呀哪打得动啊他也打不动啊这阵容选的不行全是 AP 的他全是魔抗打不动姐告诉老虫今晚要吃鱼、哎、我就带上出歌的带出天赋了姐你知道我什么厉害了啊我选一个前期后期都厉害的哼哼你这把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十个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非常难受，打不动人，打不动，真没打不动。39-13。